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友邦中国上海的周梅。入司四年以来，连续四次达成 MDRT。那我的 MDRT 荣誉是通过大单而达成的。我这里所谓的大单，跟大家想象中的大单不一样，是指大量的保单。那自然大量的保单离不开大量的客户。那么在四年当中，我是怎么样每天不断地去开拓新客户，又是怎样将客户的转介绍发挥到极致，以及怎样把个险个人单开发到批量单。让我们一起期待 MDRT Day， 一起探讨寻找答案，我们不见不散。